对，公平公平公平。哦，这段总算足久的啦。好，给你快，才玩十分钟而已。OK OK， 可以快格播出。好好好好好，想一个数字哈。这段快格播出，我不知道怎么想。六加六加六。回到昨天晚上，然后小宋的表情就，好笑脸好痛啊！赶快啊，选一个。